与全方位的艺术彩妆整体造型的课程一场的发表会。这次我们的主题一共有两个主题，一个主题呢是猫王，第二个主题呢是奥黛丽赫本。服装造型，还有从他们彩妆，还有从头发的造型上，甚至在鞋子的部分，他们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准备今天的这一场他们的发表会。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呢，不管是在形象上也好，或是在技能方面、技术方面也好，或者在口条的部分，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，他们非常的优秀。大家好，我是戏剧学院的学生，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分享我们的作品，自己的作品，我的主题是猫王。妆方面可能就是会用比较夸张一点，红色系跟金色系为主，然后头发跟妆的部分，我可能会让它呈现出来是比较五官比较立体一点。然后头发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让它比较有戏剧夸张一点，可能就是会做比较大一点，夸张一点。我今天要做的是奥黛丽赫本，服装算是比较花俏、比较俏丽一点、活泼一点的。那我的造型呢会比较简单，那看起来会比较清新的那个感觉。是那个猫王部分，那它是走比较年轻版的猫王，更强调它整体的立体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它头发的感觉，然后去做一个整体的造型。我要做的是那个奥黛丽赫本的造型，然后我要呈现的是成熟高雅有气质的，花了很多时间做服装，可能还熬夜一夜没睡。然后我今天是测验，所以我要准备的题目有三种。所以我第一个表现的会比较梦幻甜美的感觉，然后第二个会比较高雅，就比较看起来就是有钱人的，准备要嫁的贵妇，对，就是贵妇，她准备要嫁了。然后第三个，她是卸完妆总是要去 party 一下，比较酷一点，就敬请期待吧，谢谢。那我今天的话是中间测验，那我要测验的话有三个造型。那第一个造型的话是比较强调清纯的，就是比较典雅型的新娘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可能会用比较梦幻式的造型。那第三个是比较夸张型的创意的造型。摇滚之王的旅程，披头士的约翰兰侬，他甚至还说过说，虽然猫王虽死，但摇滚不灭，然后猫王万岁。猫王他是1986年所成为乐坛前入围前10名的歌手，同时也是被称为世纪艺人。所以这个是头发喽？对，这是头发，所以不是真的喽？啊，不会头。奥黛丽赫本他是50年代至60年代末的代表。然后表现出了他很清新活泼的那一方那一面。那出生于1929年5月10号，然后出生地在比利时，是奥斯卡26届最佳的女演员。今年度的一个猫王跟奥黛丽赫本算是这一季我们主要的一个表现。那也谢谢各位，那我们给自己最大的一个掌声，谢谢。